哥哥，别闹了。这是我们陈赫导师的生活中，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凸起的发黑的眼袋，嘟起了嘴，这是属于一个什么卖萌的时候我不知道，就很迷那个照片，不知道来如何评价。垮了，然后赶紧跳过不就，我这难受，我看这，哎呦，这个还好吧？嗯，至少不错啊，从这个来判断是一个精修的一个艺术照片。气泡酒里面插了一个像芹菜一样的一个东西，插在耳朵眼里，这是一个行为艺术啊！可能一个眉高，一个眉低，眼睛一大一小，可能这就是一种病，就是大小眼儿啊。你觉得照片比较点睛的地方，比较帮他的地方，就是把整个维度都修的细长，让他看起来像一个正常的一个男性。七分，属于一个。及格，偏优秀的一个状态。